周文琪呢日就出席品牌嘅酒会，听讲最近 Kathy 同妹妹周丽琪仲有妹夫傅云明一起去咗台湾玩。系你俾你又知道嘅呢个好秘密嘅嘢，咁冇啊，想食下嘢啊，玩两日咯，咁佢逗留咗都陪下食下火锅啊咁样咯。咁 Kathy 又有冇吹下 Nicky 计划下做人大计咁呢？咁我觉得佢两个系好啱啱结完婚，系好好甜蜜，好开心嘅。咁希望快啲生个小朋友，同我啲仔一齐玩咁。因为我妹冇谂过佢会生小朋友，个样系点啊？因为成个小朋友佢自己，所以好期待嘅。